讲，我们后面这些袋子看到吗？都是我们的战机啊，257都在这里哦。每一期和下一期呢，我们决定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一些很精彩的片段。而且接下来哦，我们这三个星期会是我们这个节目《麦手之尊流星榜》的最后三集了。这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很多，要跟我的粉丝还有我的上司还有我的家人还有我的朋友说声谢谢你们。